月十五号下午，有媒体爆料，陈意涵已经怀孕3个月啦。她和导演男友许富祥交往1年以来，感情稳定，甜蜜十足。此前，陈意涵曾被拍到小腹微凸的照片，但是事后陈意涵否认了怀孕。不过，男方的朋友却向媒体透露，陈意涵目前怀胎已经3个月啦，预产期都已经算出是明年2-3月份。两人还准备近期去登记结婚。对此，陈意涵经纪人表示并不知情，但最近陈意涵确实休息中。消息一出，很多网友也表示祝福。如果是真的，就祝福元气少女当妈妈也一样活力满满，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都会祝福啦。不过希望是真的。芒果捞新闻，搬小板凳坐等陈意涵本人的回应啦，也希望陈意涵幸福美满哦。报道、哦。